是怎么点？我看不懂啊，这个。我站在你边的，你要不懂。我近视啊，我看不到。那你出门要戴眼镜啊。好的，好的。这个都看不懂。这个几秒啊？好了，看啊，看。别说话，看。哦，好。大家好啊！一路向东系列咧，逐渐接近尾声啦。今期视频开启我哋新春前潮汕地区嘅最后一站，往往亚族嘅都系最令人期待嘅。事不宜迟 ，Let's go，Let's go，Let's go，Go go go！夕阳西下，断肠人在天涯。好啦，咁就 QQ 飞车400几公里，终于嚟到我哋潮汕嘅最后一站啦，就系汕头站啦。即系嚟到汕头嘅第一期视频咧，我哋直接嚟到呢个澄海嘅龙都镇啦，即将解锁我哋嘅全新口味嘅火锅，亦都系我个人非常之期待嘅一期火锅口味，就系呢个龙都镇比较出名嘅卤水火锅。这附近一定有个学校，你不说我都不知道。哎，华哥马就到咗啦，到啦到啦到啦，开了吧？开了开了。我看一下怎么点啊，我也不会点，第一次吃卤水火锅，是怎么点？我看不懂啊这个。准备一下先吧，你们。东西都放在里边的，你要不懂。我近视啊，我看不到。啊，你近视？对。那你出门要戴眼镜啊。好的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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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的。二九二翅膀不下锅底，帮我安排个两人份的呗。啊，一只二九，一只翅膀，一份鹅肠，一份鹅肝，一份鹅胗。还有海鲜你们就不要了。海鲜不用了，海鲜就纯鹅了。哦，你们还有那个面猴是吧？那个面猴最后吃了。最后吃的。嗯，那就这样喽。啊，这两人份的。啊，点完了。点完了。来来来来，好奇，是不是越老越值钱啊？这边的石头啊，不是越老越值钱，做这些东西都是有成额就可以，不是有老二就做不了这潮汕火锅，老二只能煮进炉。哦，就是要什么鹅、啊、这种？成鹅。成鹅哦，成年的鹅。嗯。哦。120斤的鹅，哇，这么精准啊！嗱、啊，佢哋呢度啲鹅肠全部系攞冰冰住嘅，个白色是什么？油。油。鹅油。鹅油。鹅油。很咸，看这颜色就跟我们完全搭配一样重口味。鹅肝，好吃的。哎呦，这里面值多少钱？我会不会很烦？不是很烦，是这边地方太小啊，是你们太火了，好像冰淇淋啊。对，这一盘多少钱？80块。80，看一下80块。哎呀，哇，好嫩啊！还有那个这一盘，好，感觉一下。好，是。OK。我以为我们进来已经是第一桌了，没想到这一桌是提前预定。已经吃上了，这前面这个要先下，这鹅颈，这个要先下。OK。然后这个要煮20多。鹅肠，我来了，下给你看啊。鹅脚，直接帮我们下了，直接在那边呢。哦，一只翅膀，一只脚了。这里是脚跟翅膀分开的是吧？啊。这个几秒啊？好了，看。看，要转2圈是吧？啊，看，别说话，看，哦，好，啊，好了，就可以了。那个刚数了，转了3圈，每次3秒，哦，每次3秒，那就是9秒。那先试一下，卤水鹅肠。好脆啊，非常的脆，而且非常的厚，比我们平时吃的那种肠厚过几个倍。来，直接赶紧进入我们的节奏先。我个人期待已久，真系解锁我全新口味嘅澄海龙都镇嘅卤水火锅。喺呢度里边系一只掌一只脚，掌同脚系分开嘅，40蚊。给大家感受一下这个颜色。平时卤水吃冻的我吃得多，烫着吃的卤水火锅我还真的很期待它的口味是怎么样的。配菜豆腐干、鹅血、鹅血。然之后啱啱呢度系已经落咗一半嘅鹅肝，下一碟一定要给点5毛钱音效。当，是一头鹅肝。我们上一次吃的是卤味，这一次也是卤，但是这一次是自己卤。对，80蚊嘅鹅肝。然之后我哋啱啱率先已经体验过嘅老板亲手为我哋录嘅鹅肠，也是属于潮汕这边的卤水火锅的一个常客了。还有一个我觉得吃之前一定要了解一下的，就是来，我们把镜头看在这里，他不会说亏啊，食之前一定要知道噶。OK 啦，食佢。鹅肠先咯，今天的任务交给我，3、2、1，OK。哎呀，再点啊呢、这个，第一啖嘅鹅肠，你哋先嚟，这个真的会上瘾、哦、我反而喜欢吃原味的，这个20秒，开锅啦，来 ，OK， 开播，鹅肠，来 ，Let's go。我感觉它的爽脆程度会比鹅肠会更脆，重头戏来了，这个得慢慢来。就是它的鹅。好嫩啊！我等一下，卤水雪糕第一啖俾你哋试下先啊！
是真的呢。你用镜头现在冇力啊？这个东西停不下来哎，真停不下来。然之后你试下捉足煮咗成半个钟嘅鹅掌嘅 ，Let's go， 直接上手啦，我已经煮得越耐越好食啊，越入味啊。全部吸满晒呢度嘅灵魂汤汁，吃汤你都真少不了这种细致的食物。最后一碗面糊，好解腻的，好解腻的面糊来结束我们今天这一顿，好香的桂花味啊！我哋今日呢个嘅江母行动咧，易如反掌，易如反掌啊！它这个卤水的汤底，再把这个生的部位煮熟呢，我们能吃出很浓郁的卤水汤底的同时，也保留了它鹅的各种部位的鲜味的口感，两者都可兼得。再给大家看一下我们现场的环境，可以说是座无虚席了，已经换了一轮了。也可以看得出来，大家是多钟情于这个卤水火锅。295，来自龙都的卤水火锅，最后尾的买单是295。295是不是有点贵？不过来之前呢，我也有做过功课的，就是潮汕这边的狮头鹅呢，好像大概也是这个价格的区间。但至于今天吃的这家店贵不贵呢？来自汕头的这边的朋友来回答一下。来到汕头的第一期，名副其实的被老周安排的一期啊！老鹅我想大家就吃得多了，边老边食的鹅呢，又是一期全新的体验啊！下一期再见，拜拜。